能不能再继续拼了命，还跳动一颗骄傲着纯粹着的心，全力以赴才配这决定。东海侯嘉欣，有点活力可以吗？好，要让嘉欣接到哦。好，对呀，你都要接到了。加油，我来。好，好。那就要先把这一面的道具搞。这 OK 了，那个。Forever， 永远。不行，你要接上。Dog， 搞。我觉得他就是酷酷，让别人觉得那种距离跟神秘感，然后有时候又很直接嘛，可能不善言辞，所以就会觉得老师好像就教练就比较没有那种这么有感情的感觉，因为就是老师嘛。然后东海就觉得哇，好暖，好保护我。同学们，上面。策划要去偷考卷，好了，对，然后把保险箱打开。负责最重要的环节，因为通常这种最重要的戏份是给比较重要的角色，因为我拿了钥匙。超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没有，恭喜你啊！他说，因为刚他们围着我就讲话说，然后就说，生日快乐，就跟被唱生日快乐，所以是在弄我，不是，不是啦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好尴尬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再见。怎么弄大长袖？大长。觉得大翔跟可欣老师最配的地方是哪里？我觉得就外观与内在来分享，应该外观就蛮配的。而且他们身高啊，我觉得很，因为他们都很高的，我们都蛮高的啊，那他们又特别高。这些我想象比较高。最配是他们个性互补啊。哦。而且我最喜欢看他们两个就观看的眼神。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卖关子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可爱的小动作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说到甜蜜的感觉。可欣老师辅导大翔的时候，其实不需要太大，只要一个眼神，大翔老师就被融化。对，就是一秒击破他那个很暴力的性格。而且教练有一句话是乖听话，我都感觉到可欣老师就是可欣老师都被收服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有的时候可欣老师会反过来跟大翔说。你怎么可以玩弄女生的感情？是玩弄方弟的，还是你？这位老师可以这样玩弄女生的感情吗？是你，是方弟。我觉得前期就是可欣老师吃死大翔，对，然后后期就是大翔吃死。然后真的在后面，他们就会找到两个人。大翔他的个性，他教练的个性，他比较孩子嘛，然后也有很男性的一面啊。那他一开始是可欣老师像个，我觉得像姐姐之类，就是不能说是妈妈。你最好赶快讲，不然那个抢地位了，又被他抢掉了。因为比较成熟吧。对，相比起来比较成熟。那他们在校园里放闪，可以接受。说本人还是角色我们都 OK 啊，角色可以啊，就我们会这样的角色，我们会起哄，就是老师看到老师们放闪，就是生宝宝，生宝宝，生宝宝，然后教练就会嘴软，他不能听到结婚，两个听到结婚的人会。我觉得要看生男生还是生女生，生男生的话，对于大翔来说，绝对会把他培训成一个运动员。金老师应该会负责运动，另外就是所有的部分，包括心灵成长，还有就是一个辅导老师，还有对，还有跟大家人际关系，就是那种国文、英文、数学，虽然我数学不好之类的。
生的话，大翔就是没办法，应该就是把他当公主，会把他想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他可以叫我当爸爸。可是老师会吃醋的，如果说女儿她也很爱爸爸的话。对啊。